清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明朝是不是长青树？不是吗？那你是？我是艺能界的仙人掌。终于合体了，网络长青树蔡阿嘎常常模仿综艺天王吴宗宪，这回直接当着偶像的面模仿演唱经典歌曲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。萌生会议。先不要，一言我一语，蔡阿嘎和吴宗宪身为接地气的本土台湾人，接着玩起台语你问我答，同样笑料不断。你著讲笑话，讲笑骂，啊，甲我也无关系，啊，结果伊煞怎变来骂我？对哩对，我哩啊，扛着也中枪了。妈妈甲因囝恰碰些啥？慈母手中线，太水了。我听听你讲，看咧是哦。哎呀，见鬼啦！蔡阿嘎在大年初五上传了这个2019年拍摄的影片，上线不到一天，已经破33万点阅。哇！假日啊，最好是基督教他们办的，他们以为想去门市收容。哎，怕他以后去乱放炸弹。大胆笑亏天王儿子陆续拍的新闻，而看到吴宗宪和女儿的好感情，蔡阿嘎也直呼向往生个女儿，没料到后来二儿子出生，两大天王合体，笑声不断。 TVBS 卢鸿昌、刘雨清台北综合报道。网上看新闻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